就是在我前男友要打我的时候，他有他比我前男友大矮十公分，然后他为了我舍身，以他那么胆小的人，他为了我舍身就是挡我挡。对，他去挡，为什么打你？他就是觉得他喝醉了，没有，因为他喝醉，然后他跟女生乱抱，然后我就对他发脾气，然后他就不爽，他就要打我。我们应该是三组里面算是认识时间比较短，但是他们两个算是救我一命。救你一命啊！对，因为他们两个在我感情就是最低潮的时候。他就是在我前男友要打我的时候，他有他比我前男友大矮十公分，然后他为了我舍身，以他那么胆小的人，他为了我舍身就是挡我挡，对他去挡，为什么打你？他就是觉得他喝醉了，没有，因为他喝醉，然后他跟女生乱抱，然后我就对他发脾气，然后他就不爽，他就要打我。而且问题是我推开他之后，会艾丽莎跑过去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。我说艾丽莎，你不要管。他说你也是这样啊。因为当时我前男友这边搂搂抱抱很开心，绿茶在那边玩得很开心，他完全没有在管。他也 enjoy 在里面。他 enjoy， 他没有是跟我男朋友讲说，哎，你不可以这样。然后是艾丽莎过来讲说，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。然后绿茶就说，我没看到，自己玩得很开心，自己玩得太开心。他自己很嗨嘛，对，就直接跟我生气，生了差不多一个月才跟我讲话，所以我好冤枉。今天晚上有个百大 DJ 的夜店局，你不会带谁？因为会去扫兴。哦，那应该扫兴咖，扫兴咖，扫兴咖不可以的。一二三，哎，熊熊跟艾雨莎，哎，熊熊是扫兴，扫兴。沈建宏就是他要去当兵，别会，对对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才刚去到没多久，才刚坐下，然后才开始吃东西，结果熊熊就喝醉了啊。我也跟沈建宏说，哎，拍摄，我先送熊熊回去好了。好，我承认我其实也蛮解嗨的，我就是那种喝了酒，因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特别容易喝醉。喷完之后他会先咬人，咬完人之后呢？我现在不会了。对，咬完人之后他会看到那个威姐说，哎呦，这小鲜肉蛮帅的，哎呦，我很漂亮，你要不要追我啊？屁呀！你是我的菜哦，马来西亚我们一起来喝酒，就等于说他疯到就说我们说，哎哎哎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还会乱讲。我是讲，我承认，有艾莎有这一趴，要不要一起喝酒？开开玩笑，对，没有，但是我不可能这样讲。你笑我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